我觉得现在两岸的这个交流当中的这个来到大陆求学的这一群学生，最重要就是要把自己学习好，学习到真本事。首先，学习到真本事、真能力呢，可以参与到祖国大陆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的路途上面。有他们一分功劳，那么在参与到这一场祖国大建设当中，来强大自己，来壮大自己的同时呢，就对于还留在岛内的台湾同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条信息给他们在台湾的亲戚朋友，就说只有参加到祖国大陆的这一场。大发展、大改革、大建设当中，才成就了个人的梦想。